电车进藏，充电怎么解决？我们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总结了这份电车进藏的最全充电攻略，图片放在视频结尾，有需要的截图保存。只要你的车满电续航大于200公里，就完全可以按照我的路线来，全程没有续航焦虑。首先在天泉服务区充满电出发，行驶172公里到达第一个充电站新都桥达特仓酒店，在这边白嫖一下老板的交流充电站，然后继续行驶191公里到达礼堂的国家电网充电站，这里就是丁真的故乡，然后充满电继续开171公里前往下一充电站巴塘客运充电站，接下来行驶103公里到达芒康印象酒店，在这边有一个西藏电车联盟集资建造的一个可网充电站，接着行驶156公里翻越觉巴山来到左贡的月溪度假酒店，接下来就要经历怒江72拐来到巴素多拉神山酒店，行驶196公里在这补满电，继续行驶93公里到达然乌湖的民警酒店充电站。